那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要先来感谢以上加入频道会员的各位观众，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才能让我有动力制作更好的影片。加入越久的会员，你的名字就会越大哦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看影片吧。那个我在想啊，你看我们市区平常在路上走，好像也不会说真的像中北部那么危险。那市区既然被渗入的话，像你们刚刚说的那个地下道，然后再来就是地铁，都很有可能。所以有时候你们杀死变异体的时候，还是尽可能的捡到他们的东西。像上次有一个幸存者，竟然在变异体身上捡到九张军票啊，九张军票。所以我就认为说，一定是有军人直接被他抓走。哦，军人被注射病毒，不是被注射，是直接被变异体抓去。哦。在练身体？没有，他过十二点啊、哦，我先给他打抗生素下去，看能不能暂缓一点。你再不解除的话，你的手臂会越来越壮。真的，先打下去。好、嗯哦，他们刚刚在下水道是有找到三个，然后有另外一个失网死掉，他们本来也是可以拿到，就可能后面还有从其他东西在追着我，不得撤的。哦，所以除了变异体还有其他东西？其他就3790吧。哈，3790出现了。对啊，在那个下水道。嗯，对了，硕哥，那把枪虽然说可以制止隐形的能力，他也会有点把他打残啊。比如说他原本可以跳20，他可能只剩下可以跳10米了。哦，还可以降低他们跳跃。对他，变成说他逃跑距离会变短，所以你们要持续给他伤害会比较容易。好，但是像你们刚刚那个下水道，就是像硕哥讲的那个，对，那个空间太狭窄，可能中北部会用处比较大，那你们可能自己到那个战斗距离跟范围，嗯，要详细分配一下，因为像刚刚那个下水道那边啊。看你们要不要就是分三组人前中后，不要走太近。因为我说真的，如果你们一群人，比如说10个人走在一起，一个变异体出来，其实可能有7个人也是无法开枪的，阵型就乱了。对，只有3个人真的在打，那等于说其他人也是当活靶子，当那个啊对死的。然后那时候军方那边他们会全力抓研究员这件事，甚至会听信斧头帮，因为我跟他讲这件事情，但是只有你们讲的话他们会听。好，有可能你们遇到追击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办法找到发射台去躲，然后在那边守到我们军方到那边为止。嗯，好，这是一个办法。因为上次小木屋那件事情，我感受得到你应该是突然被围剿。对、啊，小木屋就突然两个脚抱过来了。可是我说实在，你们那次人真的太多了，这样子真的是行踪太明显，队伍很长一串。对啊，他可能一过去也不知道要怎么样，他就先扫射。下次你们遇到这种状况，就是如果真的要人多的话，可以一部分的人在发射台等待，然后跟你们给我这样。好，我也有建议，就是一部分人去躲在草丛或埋伏，然后另一部是发射台嘛，另外一个是进去。对对对，因为一起进去等于找死。埋伏躲起来，然后进去的时候，如果他们被攻击，埋伏就可以冲出来，然后打他们，就两面包围他。对，然后无线电再通报军队过来。像军方的做法，他们都是喜欢派一组人进去勘察。另外一组人是掩护，那就是里面那一组如果要撤出来，掩护部队会接应。然后那个，比如说他们载具或是哪里，会有一个人在那边留着通信用。军方的做法都是这样，看你们要不要学看看。好，好。OK， 那编译体，你有问过其他团队的吗？嗯，都没有。哇，那就差两个，可惜了。我们等一下可能还要出去游艇那边再看看吧。好，那你们再小心一点。好，这个，嗯，待会去小木屋周边看一下。好，好的。还有要有需要的话再请出队支援。好，还要开始。还会偷咬。还会偷咬。洛哥给他肉。给他肉吗？没有用，给他肉没有用。他那个欲望会越来越大，不能一直给他。不能给他肉。哎呦！再打一击下去吧。戳。戳他。打这。大才，我们必须赶快找到解药。这个新型病毒，这算新型病毒？应该是。你们小心一点。然后，你们如果既然是在市区的话，我们跟上次一样，有什么问题就留讯息在桥上面给我。好，那我们先开了。好，好，慢走，告辞。到了，我们脚踏车要先放在那个离船近一点的地方吗？哎，没关系，放在这个后面就可以。哇，现在超雾的，看不到，太雾。看周围有没有船就好了。这个角度没有看到，也没有看到人在动。但是没有船了，也没有人影吗？目前没有看到。好，那我们上去看一下吧。然后我再安兵。快12点了，你说白天他们不会出来是吗？不太确定，试试看吧。那我们先走了，走了。
中，上去看有没有多的纸条。上次是底下的船舱有一个，然后房间有两张吗？不止两张吧，反正里面蛮多的。这里上次有遇到那个阿北他老婆，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。就算没有黑衣部队的话，上次黑衣部队遇到一只，不是？对啊，我是说就算没有黑衣部队，也要小心僵尸王。也是，有纸条呢。哎、欸，纸条是不是有变啊？有吗？他底下这些回报 BOSS， 我们发射已经达到60%，这样已经跟上了进度了。上次不是这个的吧？对啊，上次不是这个。上次不是这个。他说很好 ，BOSS 很满意，但是你要注意幸存者跟随，他们现在很积极。哎、欸，后面，后面，老婆，哎，后面。先出来，先出来，先出来。我想再进去看一下，因为里面还有，里面应该还有纸条。诶、欸，我要过去吗？你游过来，你先游过来。这有点难处理啊，他老婆死不了。你们先帮我看一下，我看能不能架他。你说你要架着他老婆吗？砍他有用吗？有。抓到，抓到，抓到。那是避他吗？我不知道这避不避得掉、哦，我先避避看。你避啊？可以，可以，刷死。啊，打死了，打死了。但他等一下可能会复活，他等一下可能会复活，对。不活不活了！我靠，可以先复活是怎样？哇！我靠，这个被吹下去了。游过来，伏地了。他下去了，他下去了，他下去了。我飘在他上去了海上，那个我在船尾。他隐形，他隐形，他隐形。你在哪里？船尾的里面，我慢慢下沉。找到了，先不要蹦，不要把它逼掉。不要蹦，我没有蹦，不要蹦。你在哪里？我没看到。船底下，我看到看到，把我背上去再救。我游不过去，没有背了吗？有了有了，有有有有。我靠！哎，我被背起来了，我被他力气太大，我被他背起来了。他被带走了，背上去了。你避他，你避他，你避他，你避他。你先把那个硕哥救起来，好了吗？救起来，你们在哪里？救起来吗？救起来，我就避了他。我靠，不行。他刚背着我起不来，看着把东都背着，我背了，我背我背，背走背走背走，可以可以，他复原能力有点快，你们先离开，我先摸他，他身上两个变体样本，我赶快摸他，我啊，我在这里架枪，随时绑他。他身上不知道为什么有个种子，他身上种子，种子可以干嘛？我记得好像可以种东西，听啾啾的时候，我听到不该听的声音，怎么不该听的声音？我感觉里面有人，没有人，你不要进去好了。好，我拿完了，我拿完了，好，先闪吧，先闪吧，里面有声音，什么声音？不知道，我忘是听错人，我进去看看，我往里面走，我敌人在外面呢，我在外面，我跟硕哥在里面就好，没有，里面没纸条，我躲在路口旁边的右侧的那个浴室，我再往上走，我去楼上看，撤，洞洞嘞。有船，有船过来了，有船过来，靠，跳，往 N 方向，往 N 方向跳，跳，跳下去，然后往海边游。快速往 N 方向游。忘记了嘞，现在游。哎、欸，有船。N 方向，我们刚从船的右侧跳走了，两艘，看到两艘船，两艘，他们有怪，下潜，哇，不知道了，哇，靠，我不知道怎么下潜，完蛋了，我靠，我看到枪线有点，啊，我死掉，糟糕，我倒了，你在哪死？我被射死了，哇，这个位置很难救，我不知道怎么叙述我的位置，哇，我也，说个那里，啊，难描述，先救东东，他有 AK。我没看到啊，但是我也。你旁边是什么？知道怎么讲？这在海底。旁边是什么？他们还在射。旁边有鱼，有石头。啊，什么草？什么草？海草。什么颜色的？我看不出来。哇，七个 BT 样本。封地热嘞。我还活着。没看到，完蛋了。我也倒了。那我先游走。你快游走。我已经快到岸上了。等一下，谁到旁边？调查员，调查员来了，那是调查研究员，真的，研究员，他扛着我，我靠，完蛋了，他又要被打病毒了，我好像快靠近沙滩，但是我不确定，我也快靠近沙滩，还有哪里？调查员，洞也在海底附近，不知道在哪里，他刚在我旁边，调查员把我救起来了，你们在沙滩吗？没有没有。啊，有两艘，一艘是那个调查员的，一艘是人鱼部队。
洞洞在哪里？我在看，我在看，我在看。我起来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起来了，我起来了、欸。这个是谁啊？调查员，调查员。哦，调查员。你们在沙滩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们在调查员的船上。船上？是调查员的船上吧？应该是。我在码头那边，那我怎么跟你们汇合？这不是白天吗？怎么？没有，看来他不是晚上才会出现，他的确是十二点、三点、六点，每三个小时会出现。我在那个城市排水道的出海口，你有看到吗？我们医疗兵在排水道那边。啊，调查员，还好啊，还好你出现了。那是你们吗？对，那是我。刚刚有看黑衣服。有。我要看到黑色的船，想到黑衣服。调查员是开红色的船。嗯，开红色，你自己小心一点。红色的？不好吧，不好吧。那好像看到黑衣服的。对，你自己小心。溺水。而且雾有点浓啊，真的，雾这么大，你们还敢打？就想说雾大一点的时候比较好逃生。红店，你往沙滩那个排水道出口往 NW 方向一直走。嗯。我五个先给你好了。不知道效用多少，你再看一下。好。刚刚说眼花吗？我怎么看吊船怪怪的？我刚刚看到他像大法师一样，那个身体，我靠，他怎么手变出一套军服啊？这怎么回事？可能吃抗生素还是换装备？应该业障重吧。哎、欸，他又没事了。那应该是我业障重。